咱的兵，演我星空妙地形。你是台湾的兵，演我星空妙地形。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定有缘，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七安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大小战争朱彦龄，及世界816大小战争王子朱彦龄，及当下法会坛上构府堂上祖先、家中地基主、各位的冤亲债主，释迦族被灭，朱彦龄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为各位阐解王禅老祖天威。一位老和尚，他写了一个对联，在台东净明小竹大殿的观世音菩萨两边的对联，左边他写了青山溺水，原是这一个对联，青山绿水。原是如来最上禅，太妙太妙太妙了！好，当我第一次在净明小竹大殿看到，老师傅写了这个对联，用毛笔写的对联。我看到这一句我就够了，我看到这一句所阐述的已经道尽我们修行人的方向，也在启示我们所有山河大地宇宙虚空都是我们的老师，所以你要去哪里拜老师，你身边到处都是老师。不要说哎呀我要到哪里去拜师，以后死了才有地方去。我告诉你，你急着要去拜师，那不如你就看到山，拜山为师，他是如如不动的曾经有修行人他要来跟我印证我所拜的皈依的师父是哪一位，我是王禅老祖，是我的皈依的师父
啊，天上界的老师，哎呀，你拜那个无形无相的老师，应该是皈依当下的啊高僧戒德啊，我很感恩说谢谢高僧戒德们，他们有他们的修行方法啊，我的修行老师就是八卦，前对离正顺坎梗婚，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一位，见到一位让我能尊敬的老师大师，他定境有如一座山啊，坐如山，没有啊，也没有看遇到一位，因为他的心胸如大海，容纳百川，啊，也没有见到一位，他的心念光明普照山河大地、宇宙虚空九大行星的太阳，啊，也没有啊遇到像佛陀。像狮子红在传道进入众生的心中，也还没有见到如雷贯耳的，还没有见到啊，再来迅如风啊，没有遇到一位大师非常和悦的对待众生的，还没有见到啊，大部分都有执着于自己的法门，都批评他人是外道，自己才是内道。我还没有遇到一位包容一切的大师，我也没有见到一位坎如水像水那么柔性的啊，水声就像佛菩萨在说法，谆谆教诲众生的也没有，我也没有遇到啊，耿如山的像一座大山，也没有遇到像天那么宽广的心量涵盖的一切众生，和山河大地的啊师父啦，厚德载物的老师啊，因为我的福报还不够，所以啊，目前在台湾的大师们容不下我。所以我就自己以青山绿水为师。啊，这一位大师呢？就没有话讲，也许认为我是顽固共高，我说对不起，我说的是真实话啊，不是我在共高啊，当我拜错了，那我会害死害了我一群的这学生，所以我就以八卦，王禅老祖掌中掌的八卦在心啊，王禅老祖的圣像掌的八卦在心，
所以我只有拜王禅老祖为师。啊，你听有无？所以各位同修，你们要去拜师，他的定性有如金门大武山勿忘再举那个石头，那么多杂石厚重，而今天我们金门道场的圆达法师他也回来参与共修来接法，所以你回去金门了大武山常去跑的时候，那就是你的老师带着学生到金门去你们的建大武山或是到大海遥望着中国大陆厦门这个大海，还要大家学习大海的心胸雅量这个都是我们的老师的你大海外面的那厦门的山或是在马山里面有八卦洞，这个八卦洞里面充满着神秘在当时我民国52年那时候两岸还有争议的时候，我去到马山八卦洞那边去走一走，还好有人带，不然就出不来当地的指挥官呢告诉我们说，这个八卦阵八卦洞很神秘，中兴大学一个老教授他自称他的国学基础易经学得非常好，所以到里面去自己带着一个手电筒，结果进去出不来，一直绕一直绕，早上8点多绕到手电筒没有电到晚上10点多才被阿兵哥救出来。那么在启示什么？人在世间上都迷住在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被迷住在天在海在太阳系之下在生兽场所在风随着世俗在流转，有如走马灯被水淹走了，陷下去了，然后又在山上山难出不来，那么在大地上没有方向的人生，这个即是如来最上禅呢，你听有没有？所以这是你们的大家共同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你们跟我这个缘，我只是告诉各位修行的方向，不要放弃你身边的一举一动一草一木一石
啊，曾经有一月也是修行的，啊，到家了，来到仙佛寺，他也是有心要收我为徒，啊，他说：“佛莲老师啊，我们来聊聊，好吧？”我好啊，哦，那你有指教，那我就带他到我们现在事务部旁边那个大石头那里，钟楼的旁边那里，现在南极仙翁坐的那里。啊，他姑娘说你只有讲易经，讲风水不究竟哎。我是这样，不知道什么才究竟。啊，我的禅，他说他的禅是究竟法门。那你究竟要到哪里去了？哦，我到天上界、须弥界。须弥界是怎么样的？请你告诉我，我可以告诉我的这一些学生、弟子。啊，须弥界里面有什么山？里面有什么水？有什么草木？啊，光线是怎么样的光？从哪里出来？我就把八卦前对离正巽坎艮坤，因为王禅老祖开示，现象界、人间界就是现象界，地球为中心，太阳、月亮、星星、月亮等等为旁星，这是九大行星运行。所以我们才有悬空哀星，而一白贪狼是文笔，二黑是巨门，是土星，啊，如如不动的，三碧，啊，这是禄存星，这是一座山被砍了头，遗留或是木头被砍了，留下来了，那是禄存星，那个是就有争议了。文曲星，浪花水波是文曲，啊，出文笔的是文曲，像仙佛寺对面九九峰，就是像文笔的跨笔的，啊，再来连尊星，里面的金木水火土很乱的。廉贞星情时多云偶尊雨，变化多端的缓木成熟的人，这都是廉贞。六是武曲，武曲就有威的主帅，有威耿护丸的，这是六白属金，啊，意志力很坚强的人。好，再来七次破军。破军呢，就是败军之将。啊，到处文钱，屋后到处的乱石一大堆。啊，你载了石头来，到了屋前屋后乱七八糟的，那就口舌是非特别多的迹象。到八白，土生金是相符的虎星，九子这必星是五的，这都是我们的老师啊！啊，所以我跟这一位道人呢，我说谢谢你看得起我，
要来收我为徒，教我怎么打坐，眼观鼻，鼻观心，啊，那么窍怎么走，血液怎么循环。我就跟他说，这个法对我来讲，可能我没有办法修行，啊，因为我的妄念很多，我的事情很多，每一个事情都让我要去体悟，去尝试，啊，那我就从里面去悟出真理，啊，所以这一位道人就说啊，你这个没有办法成就了，哦，你这个是啊半桶水，以后有机会再来找我。我说好啊，啊，等到我悟的时候，我再来找你，再拜访你啊。好啦，那你怎么样能入定？我这个大师头才是真正的入定啊。他说我能入定，那么你现在入定让我看一下好不好？啊，他好，他就入定了，蛮有架势的。啊，我等一下看的文字都很多都来了，加顶加顶，文字定啊。我你入定了哦，很讨厌的这一只蚊子，蚊都是在房子里面就可以入定啊。我说胡说八道了，来骗吃骗喝了，我们大家都在这里啦。时间中午到了，我们一起吃饭呐。我修是修恶鬼道的，啊，你修了什么道？我说我修恶鬼道。哦，那怎么可以啊？恶鬼道最可怜呢。哎呦，恶鬼道最有福啊！啊，这中间呢，啊，那我就好了，我们去吃饭了，不要谈那么多了。啊，到了餐厅，我们就一起吃饭。我是修了这个道，恶鬼道。你们今天中午有没有吃饭？有哈。那么也是修恶鬼道，对不对？哦，所以这位先生恍然大悟，那我也修恶鬼道呢，那就好嘛。恶鬼道本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呢，他想就想不会啊。我告诉你，三餐不济，骗吃骗喝有什么用？还能究竟哪里啊？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修道而且感恩身边周围的一切人事物，我们感恩，所以我们吃饭用餐，在佛教就有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法界一切众生，那是东西都还没拜过。像我们现在啊，每天都有100桌的熟桌来祭拜我们的列祖列宗啊，那就不能说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那本教王禅老祖开示了，就是说虽是给予一点水米，但你的功德大如天地之恩泽，我们诚心的感恩与惜福，阿弥陀佛，开动，那就好了。哦，这是本为心圣教的用斋啊。所以这一位呢，啊，道人呢，啊，他就回去了，以后就没有看到了。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你要去拜师卜卦，应爻生四爻，应爻有旺，表示他有能力，硬要不忘修求空破木劫，那个骗吃骗喝啦，你去拜没有用啦，反而受伤啊，听有无？好，祝福各位。世代万里兵，烟波星空渺地。
有为行贤事，各位十方善诸事，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及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我们继续为各位来阐述禅，最上禅。最上禅要哪里找？就从青山绿水去找。好，青山绿水呢，就是我们的八卦。八卦是真禅。那即是法轮常转，日月星辰都在转。我们晚上看到月亮，啊，月亮在照亮着夜行人，照亮着已经迷了路的人。啊，这个只是月亮它的禅，在告诉我们，我们要在黑暗中自我点上一盏心灯。啊，白天我们看到太阳，我们要学习太阳它的爱，普照大地，给万生万物给予生命，给人生命。所以这个是禅的最高境界啊，不是在那边口口腔，就是禅的最高境界。我们要学习知恩、知恩、感恩和报恩，你这个就是最上禅的啦。你不知恩、不感恩、不报恩，你说修什么宗没有用啊，修什么密也没有用啊。你不知恩、不感恩、不知佛恩、不知山河大地之恩、不知父母之恩、不知兄弟姐妹之恩、不知国家之恩的人，哎呀，你自称我是修行人，那骗人的啦，骗吃骗喝而已啊。所以我们唯心弟子，万法唯心啊。所以我们易经大学第一届的同修啊，今天我们轮到秀水太极道场，由圆耀法师住持灵带领的所有秀水太极道场的贤士同修回来当法工。圆耀法师为什么我名字要给他秀水太极道场呢？秀水是柔，太极也是柔，不是硬邦邦的啊，硬邦邦的修没有学问，硬邦邦的打拳啊，到时候死在乱拳之中。啊，要柔的，就是要智慧，要柔，要像水那样的柔啊，才是太极。太极先天八卦啊，在西方，在西方是坎卦、坎宫。这坎，这不是南，这不是西。要回西方，西方啊，西方呢，你外面外柔内刚，不是外刚内柔，
而是你要修回西方极乐世界，你一定要外柔内刚。外柔就是随顺因缘，随喜知恩感恩报恩。但是我们人往往一个优点也是缺点，外刚也内也刚，乾为天，乾的天是光明天，那样那就是要有智慧，所以尤其我们的外柔内刚，外阴内阳，阴呢就是我们的左肩右肩，左脚右脚，中间是人，顶天立地，这个就是坎卦，坎为水，所以我们做人处事要外柔，自己坚持自己的中道的力量，中道的智慧。所以打太极拳我是外行的，但是我看在打太极拳袁亮法师，他是台湾太极拳的总教头，你不要小看他，你要跟他玩你要小心呢，他是柔来柔柔的。有一次在易经大学暑期班的学生啊，看到老师走路也不上，那好几个学生他定下来，好几个学生要把他推动，推不动，才发现袁亮法师他的功夫啊真是到家。所以太极拳整个的精神在心，在心。而平时你学太极拳的人绝对不要随便去动怒，那外柔，太极的拳一阴一阳，一阴一阳中间一个中道，你怎么来，右手过去左手就顺着这边来，这个左手阴多阳就少，这都是循环的，这是太极就是前对离震巽坎艮坤。所以学太极拳的是最大的老师，就是外柔内刚，还听好不？这就是禅，你不悟就是什么禅，很凄惨的禅所以老祖师尊这个前对离震巽坎艮坤都是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尊主，易道真正的主宰者就是王禅。所以王禅你要去哪里悟王禅，是乾卦一以贯之，阳阳阳。所以我们在修行你一定要全部用善念光明念来做自己的老师，积极面，积极的，这是积极的阳面，我们绝对不能用消极的，你对一件事情都是用消极的，我们绝对会掉入地狱。积极的
是天。好，所以王禅啊，那个禅王就是禅，就是意乾为天，化灰起来，所以王禅老祖，王禅王就是天地，天地里面就涵盖的化灰起天地，而头要顶天，脚要立着地，我们的心要中道，十道天心啊，你然后才能超越，不然你没有全部是光明的思想，你的事业要成功就很困难，你的身体要平安就很困难啊，你所有的修行也就很困难，所以这个即是王禅。所以王是禅，禅在王。而老祖，这是根源，这立见根源。你拜王禅老祖，认识这个法，你可以找到你的根源，立见根源，即是王禅老祖的上圣心法呀。学习百万黎明，演过新宫庙的仙。爱听我啊，所以我希望我们的维新贤士同修啊，人生来世间上就是体验啊，体验山河大地的禅机啊，就是用易经全对离间顺坎艮坤啊，这个是禅王啊，这个天地啊，这个是个对卦，离卦啊，巽卦、震卦啊，这个巽卦、坎卦啊、艮卦，所以这个就是禅。中心叫天心，这是物极，所以我们都皈依在王禅老祖今年坐下啊，我们要悟啊，所以王禅老祖他的八正道，学习易经的八正道，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做出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都聪明，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这即是法轮常转。所以释迦牟尼佛的修行八正道，佛教的八正道，释迦牟尼佛49年都在开示八正道，正见、正思、正语、
正业啊，正命、正念、正命啊，正精进啊，正定。正定就成就啊，成佛之果。哦，这个也是八正道，这佛家佛法啊，成就心法。那么儒家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忠孝仁爱忠于自己的良心，忠于自己的事业，忠于自己的家庭，孝顺父母，孝顺祖先。所以我们这个法会受到我们的列祖列宗各位的祖先来这里听经闻法受纳供养，这孝道最大的孝道分了两个层次啊，最大的孝道世间啊，空界天上啊，孝道世间，孝道啊，养父母啊，在家孝敬父母，好好把自己的事业做好。你把事业做坏了，没有智慧做坏了，失败了，那就对父母不孝，对祖灵也不孝啊。那么这个天上界就灵魂界，就是要修行。这灵魂界要修行，就空界。所以我们孝敬父母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世间法，而一个出世间法。那我们有修行的人，在学道的人，你们最幸福啊！啊，出世间法，入世间法，你们现在就是入世与出世同修，所以能供养父母的祖先的是大孝，用佛法，用念佛，要诵经。来回向给祖先，同沾法益，在灵魂界可以啊印心来觉明，而成道、成圣、成贤、成佛，这是唯心圣教啊当下新兴宗教的修行法门。能听有无？所以明年3月26日，王禅老祖圣诞，我们仍然要举办为期7天、7永日的护国习斋、陆海空水陆大法会。啊，由
台湾佛教会理事长明定大和尚啊，代为邀请81位高僧戒斗啊来兴佛寺7天7夜，在这里深谈、诵经、超度啊，各位的祖先法宴供养。要80几位的高僧戒德和尚尼师，你要请这一些高僧戒德没有那么简单，必须要仰仗着啊有修行的佛教界大佬，他才肯帮我们这个忙啊，已经帮我们20年了。我这个水陆大法会呢，我要办60年一甲子，还有40年呢。哦，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们，你们年纪大的要发愿，一定要把水陆法会做完，最起码110岁。哦，那即是最大的孝道。所以有的人说，哎呀，混莲老师啊，混莲叔啊，你怎么都办这么大的法会，会有很多钱赚，你看了贵哦。哎呀，家家户户平安，我就赚钱了啦。啊，这各位的列祖列宗，你们都成就了，有一天我时间到了，我死了，在灵魂界最起码也可以遇到很多朋友，哎，可以接引我啊，度我啊，啊，所以我们何乐不为呢？所以我们都要悟啦。我才跟王禅老祖求，我没有求什么，求能吃能坐，而坐时不要病时啊，坐时坐得好了，圆满了，再见，以后再来。啊，病时大吉讲小吉讲到呢，呼吸很困难，啊，喘不过气来，啊，眼睛前面呢又看到冤亲债主一大堆，哇，被挂吧，被他扭动啊多，那个真是痛苦哎。所以我求老祖说，我努力做，带大家一起修行，好好修行，功德回向给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列祖列宗诸子灵，尤其回向给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子灵，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同沾法益，同登极乐国，构智成佛，是为本愿啊！啊，这个也是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弟子们应该跟我一样的盼望，一样的心愿啊！我相信我们啊，可以做得到，可以满大家的愿。也可以满当下法会上列祖列宗诸子灵同登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佛果位啊，祝福各位。